是什么东西？你说。没有啊。这什么？这骗子啊。什么骗子啊？什么骗子啊？看一下，没什么吧。读书，整天就看了一遍。那不是我的错啊。还行。那是别人的啊。怎么可能是别人的？哪来的这么多 A 片啊？这北亮啊，北亮哦，他上课都偷偷跟我讲 A 片的内容，还有他上课喜欢哦跟我说什么，看过什么小学生啊、幼稚园啊、国中生啊，还有那些还没发育的那些，他最喜欢看那些，然后还会偷偷塞电子给我，然后他都 MSN 传给我的嘞，你才不要啊！你想看啊，我都按下来就看一下而已啊，又没什么大不了啊，这要讲很久。这全部都是北亮的。这还有陈俊宏啊，这陈俊宏啊，他上课没事哦，就喜欢拿一叠片，然后随便拔一个出来，就塞到我包包里面啊。你看，这整叠都是他的，不关我的事啊。整叠不可能。真的要讲哦，这徐董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徐董不用骗子的，他看 SCP 的，然后一边又放在什么电影区啊，电影 A 区特别电影里面啊，我怎么知道？我看到什么星际大战，我想看啊，怎么看出来是什么小哲学，什么星际未来，我怎么知道？我都抓啊，我都看啊，我都看下去，很好看的。还有吗？不是 A 片还有吗？是。